罗峰，这雷霆世界的创造者名为卡布，已经死去千万年，死前将巨量宝物藏在这城堡中，但各方势力都不敢率先动手，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。到了，你们暂时就列入第十八方阵。他们都是和你一样，都是人类，不过也不完全一样。人类种族在宇宙中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生命体系，以各自的方式进化了亿万年。我给宇宙人类的进化体系做了一个分类，拥有高贵血统能迅速以宇宙能量提升进化的，归为神话超人一系。以先进的生物技术将机械科技融入肉身来增强实力的，归为生化机械一系。与妖兽基因融合而获得兽化能力的，归为兽化基因一系。因为自身基因突变而自然变异的，归为变种人族一系。你刚刚看到的就是生化机械人类。原来如此，快看，荒漠团。拜见九皇女殿下。我帝国九皇女部落里欲要夺得这宝藏，挡我者死。现在我宣布，界中界核心的蓝色城堡区域由帝国皇武团控制，任何势力和个人都不得靠近。这是公然与所有势力对抗，他哪来的底气？九皇女殿下，你想独吞宝物？我北龙城。是那个杀了虎克的黄武团混蛋，是那个杀了虎克的黄武团混蛋。这是 C 二级镭射枪，一枪可以击杀宇宙级二阶武者，更遑论你们这群区区恒星级的冒险者。这就是对抗黄武团的下场。而这样的武器我有九把，现在还有谁不服？开城门。